工作完成了，准备放假回家过年啦。还不能走，今年法定放假日是从新年当天才开始哦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待到除夕。没事，打工人打工魂，我会陪你们一起坚守到最后一班岗的。有刺客。三位大人好。原来是阿里呀、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这不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们姚天组照例包了些饺子，知道你们除夕还要辛苦值班，玉环姐特意让我送些过来。哦，姚天的各位真是有心了。你看这还专程劳烦你跑一趟。没事的，不打紧，我来回一趟很快的，倒是几位赶紧趁热吃吧。好，我能问下这回饺子是谁包的吗？是我和玉环姐还有一心虎子四个人一起包的。虽然我觉得有我和玉环姐两人就足够了，但一心和虎子这次坚持也要帮忙。难得他俩这么有热情。大概理解他俩为何坚持要帮忙了。好了，几位快尝尝看。哎呀，你俩磨磨唧唧什么呢？这么客气的话我就先尝了。这饺子没事吧云英？现在吐出来还来得及。味道不错呀。狄大人，你们快尝尝。哎呀，好吃。真的假的？这真的好吃。阿离的手艺也进步了。你俩刚才画风是不是不太一样了？哪有，不可能，一定是幻觉。对，是幻觉。那几位大人慢用，我去给奎爷爷送些饺子去，他今天也值班。带我们向姚天祖问好。阿离他们包的饺子真的美味，对吧狄大人？元芳，狄大人睡着了吗？真是的，年轻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狄大人说托了个人今天送我回家，不知道会是谁。元芳，上车吧。关二爷，这次又是你送我吗？弟兄拜托我今天早点把你送到家，走吧，抓紧时间。上次我光顾着赶路，抱歉没顾好你的乘坐体验，这次我会开稳些的。每次又有人托我送他一程，我都会答应。倒不是我不会拒绝，我只是喜欢开车，带不带人顺手的事而已。这不关二爷吗？这么巧竟然在这儿碰见你。我从元芳回趟家，正好经过这里。之前对局我们是队友，今日难得在战场之外碰上，怎样，瞧一下呀？哼，随便啊。直线我是不会输的。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输赢很重要，就好像征战沙场，懂兵器够勇猛就能赢。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人生其实没有所谓的输赢，就好像我的赤兔马开再快也追不上我随风流逝的青春，所以不必有跟人斗的心，你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能全身心的赛一场，我很尽兴。元芳就拜托你了。
各位晚上好，婉儿我今晚照例为大家准备了助兴节目，那么隆重有请我们的特约演出嘉宾 The 长安治安官狄仁杰。哟，大家过年好。哇，一大人的表演，期待。请欣赏魔术大变活人。嘿，哇，还没完呢，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嘿，这个太强了。不过兰陵王去哪儿了？在这儿。在点儿呗。秘密连锁。不好意思，我一不小心条件反射就嘿嘿。接下来这位更是重量级，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为大家表演龙年压轴节目。向你而生，好耶！来，太乙哥，给大家整个活。好，到。光影万丈，太帅了吧！漂亮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此等良辰，岂可少了美酒？来，今晚的酒由我李师傅买单，来干来干！好呀！我准备告诉大家，龙年大吉，龙腾虎跃，龙马精神，万事兴隆。李白这货发财了吗？竟然这么大方。这酒味道好熟悉。